好，我们今天再来试一下哈，先从第一单元有的单字开始来，然后练习。我的卡片上面都有写这个上面的数字，这数字是干什么嘞？你只要今天集到几点，我就可以给你加分。好，好什么啦？集到几点？集到几点？今天总共只要五点就好。今天只要五点，因为你今天总共只有四张哈。好 ，OK， number one， 这个 OK， 好，这个 dad， 啊 ，dad， 怎么拼 ？the ad， I know， but 是 a b c 还是 d a d 还是 d e d？ 你告诉我 ，the 是什么？啊哈 ，ad。Dad， 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？D，Very good， 叮叮叮叮 ，D A D， 好，你今天赚到两点了，我们总共要五点哈，好，下一个，你要两一点，好 ，OK，Number two， 这个有点难哦，水坝怎么讲？你要放弃吗？放弃 ，OK， 所以你这两个一定要对，要不然的话就不能抽奖了，因为今天那个卡片太少，下一个。喂，不能看答案。OK， 蛋 ，egg， How do you spell egg？ 第一个字是 A 还是 E？ A， 确定 ，egg， egg， egg， E， E， 然后嘞 ，G， 啊哈，第三个字 ，E G G， Let me see， E G G， 叮叮叮叮，没错，所以你今天已经有答对了两个了，一个是。这个是什么 ？Dad， 然后下面这个是什么 ？Egg， 所以你现在已经总共有四分了哦。你这一分如果没有得到，我们今天就再见，下一次再来了哈。哎，不能看，这个你一定会的，下次你用点就好了哈。下一个这是什么？Fan。How do you spell fan？ 不要告诉我 f a n， 你要告诉我是第一个是 f 是什么字 ？F。啊哈，然后嘞？第二个字是什么 ？A 还是 E？Fan， f a n， 不，对不起，讲错了 ，f a n， fan， a， 啊哈，然后来最后一个字，收到 ，fan， 五四三 fan， 二一，最后一个字是 M 还是 N？N 还是 M？ 写给我看。一个三还是两个三的？一个三，确定？这对的吗？没错 ，OK， 所以你有五点。我等一下 break time 的时候，什么是 break time？ 不知道。休息时间，我下去给你抽奖 ，OK？ 因为你现在要上课了，再见。好。